怕热就不要来打架。我会粉碎你不切实际的妄想。我请前来报告。我会粉碎你不切实际的妄想。你的存在就是在冒犯我。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你的存在就是在冒犯我。是第一个能识趣的，你去完工了。我是第一个死亡骑士吗？要怎么判断真假？我是第一个死亡骑士。这场你赢。
把熔炉烧热。 我们的墓。